17日下午 FS Luna 参加了台湾 NTV 电视台我爱偶像的节目录制，这天 Luna 穿着轻便出席活动，白色 T 恤搭配短牛仔裤，露出健康蜜大腿。在节目录制之前 ，Luna 还和节目主持人甜蜜互动。为了欢迎 Luna 出演节目，主办单位特别准备了杯子蛋糕，并在现场上演了喂食秀。